屋头碗是哪个洗的？我洗的啊。我让你洗了嘛？还有那个地是哪个拖的？我拖的啊。我让你拖了嘛？还有那个外头的被子是哪个晒的？我看到今天太阳好，我晒的啊。我让你晒了吗？你嫁给我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干活了的。你要干活了回娘家去，晓得不？晓得不？哎呦我的妈！晓得。你要是在家无聊，就吃这个灯一牛肉丝，酥脆的牛肉丝搭配香醇的芝麻，麻辣鲜香，还带点回甜。最馋的时候吃这个特级馋，那不是有点贵了？不贵，现在9.92元，还有麻辣五香两个口味，全是独立小包装，嫁给我了就不用担心贵不贵，只管吃就行了，晓得不？你别笑，晓得。拿去吃，我吃完饭去了，一会儿我老汉喊你哈。